Hello，今天的新款里面有两款新的鞋子，靴子跟一双比较特别的短靴。然后我们两款呢都会另外再搭配。然后上这一款呢是上次还没公布，它是属于那种尖头的西部靴，侧面是有一点点造型的。然后我等一下会整个搭配给你们看。因为这一款我也喜欢的是，它有一点点像切尔西靴，但是呢，它是做这种可爱的，不像方格，它是算有点圆的，然后立体的，有点像方格，所以它会有方格的特性，就是很好走。然后它这个上面还其实有点木纹的感觉。那这种我很喜欢，是因为它有一点点休闲，然后带一点点帅气的感觉。那基本上就是延续美拉德风格，然后会有一点点帅气，上面的这个，给你们看内侧，它内侧跟外侧颜色是一样的，然后属于尖头的靴子，很好走。那这款靴子会比较帅气一点点，然后我今天想要混它，就是比较柔简单的单品，因为我们的秋天的款式上两周都介绍蛮多的，但这一周我是想要着重在混搭，互相混搭，因为。夏接秋，秋接冬天，然后想让大家看一下，如果互相混搭的感觉是什么。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上班，有时候想要轻松一点，有时候想要成熟一点，然后我会互相把所有单品混搭。然后这一款呢，就是因为它比较帅气，但很多朋友都会写讯询问这一款到底怎么搭，除了裤装之外。那我现在搭的是一个非常简单，然后偏气质的上班族喜欢穿的那种A 字型的长裙。它A字型上去就是会比较简单，然后比较柔一点点的。然后往后推先让你看整体氛围。然后上面的这个针织呢，是已经应该算是今这个月针织类 B 零的打底第一名。那我今天会整齐集结所有的问题，然后会大概穿六款针织让大家大评比，因为每一款都长得不一样。可是针织款是大家也知道，在台湾是很受欢迎的，因为它这个真的可以穿一年四季，可以到处混搭都 OK。那这个是很基本款的，那它合身吗？我等一下会往后退让你看一下弹性等等的。非常简单的打底的，所以它算是有一点点合身型，可是算合身型，合身不紧身的版型。然后往后推，让我们看一下，它在这个地方，它的这个 V 领啊后面，它是接的比较高的，反正就是会有一种后面是立起来的感觉，所以整体的那个针织的形状会看起来比较显瘦。然后往后推，然后我不把它往里头塞了，因为它的这个。其实有点弹性，所以我把它放在我这个裙子的外面。然后这个裙子呢，很多颜色，它会有松紧带。那这件呢，它版型还是偏小，所以我推荐 XM 的朋友们戴这款。那因为四个颜色，所以它非常好搭。我今天会穿三个颜色给大家看。这个包包半月形的包包，这之前介绍过很多次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放眼镜啊、小物，然后下边的地方，那弹算是这种小弯月包里头，我觉得容量的东西是蛮够的。然后还有多加一个这个，背起来是完全真皮的，很耐用。几乎快要每周都有配到的这个毛呢的
有点英伦风的这个斜纹西装外套，那它是有一点点，已经有一点点混毛呢的，所以好像很保暖。我觉得在台湾很好用这个长度，像这个如果你里面加外套，你想要扎跟不扎都可以。如果你把它扎起来，会比较利落的感觉。加一点饰品，其实差很多。然后如果再有一点点小的珍珠项链，或小的短的项链、长的项链都 OK， 很简单，很好搭配。反正就是上班必备。然后你想要再多一点点造型的话，就是可以加一个皮带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呢，其实原本我没有想到要搭这个，但是我现在很爱看那个美剧，因为那个无照律师新开，我就发现里面很多律师的那个造型，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看，我发现外国人很爱，就算下身是没有腰带的设计的下身，他们还是很喜欢配一个像这样子，有个重点。风格都可以再另外做调整，那这个你也可以直接戴长链，简单一点点。那如果你真的都项链比较懒得戴，丝巾已经介绍过很多次，丝巾这两款都卖超级无敌好，喜欢的朋友就是不要错过，因为基本上我很少会就是介绍这种单品呢，会介绍的这么开心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丝巾呢，戴上去我会立刻，就是整个人气质不太一样。而且我比较喜欢多用性，那就是你这个因为它是防紧式的，所以你有可以春夏秋冬都可以做不同的造型，你可以稍微披着，也可以。然后你也可以像我刚刚那样子用绑的，它只要它不同的宽度绑起来感觉不太一样。然后你也可以比如说折两折，你就是稍微这样，感觉完全不同。就是效果不同。那如果你今天呢是外套，把它衬在里头。你不想要太脖子上太多，就把它衬在这里头就可以了，也很 OK。好，这个是奶茶色跟咖啡色的搭配，然后我等一下再另外用其他颜色，一样是大地色的配色系配起来感觉不同。那仔细让你们看一下它的那个。材质基本上它这个材质很舒服，是很亲肤的针织，然后弹性的话都不用担心，然后很适合做冬天秋冬的搭配，然后现在穿也不会太热。那它这个裙子是斜纹布的，然后这个我真的推荐 ACN 的朋友购买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超过这个尺寸的话，我建议会偏小一点点，
SM 尺寸的人刚刚好，然后长度我觉得 很不错，正在正常身材的朋友们都可以参考，然后后面松紧带的。深色的，就整个人会拉显瘦的感觉，所以这个当打底的很赞。我一样，我后推让你看一下那个颜色的配置，然后还有这个靴子，这个混搭的感觉，就是它会，我觉得就是它颜色层叠起来真的很漂亮，而且看起来比较高级感。但是它搭风衣呢，不要搭风衣也超好看。这个丝巾就算只叠在里面也那么漂亮，让我往后让你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整体氛围都不太一样，而且我觉得很成熟，然后又有点帅气。上周的新款，这个灰色针织，那这种针织其实真的很好用。如果你是很喜欢针织控的朋友，或者喜欢开衫的朋友，这一组真的可以就不用错过。然后配一样，我同样这一款的深灰色的裙子，给你看，让你看颜色，这样搭配。然后这一款的话，我就想要搭配休闲一点的氛围，更暖。
我们这个最简单的这个背心，它是属于那种条纹的，然后有弹性的。然后呢，它配的是这个针织，那这针织呢，上面还是做那种小香风的金扣，然后有个夹口袋。轻松，其实里面要搭白色的也可以，可是我想要让你们感觉比较，想让你们感觉比较休闲的感觉，然后所以它的这个整体氛围会让你感觉比较休闲一点点，我觉得很适合每天穿，甚至假日穿去看个书啊、超市都 OK。然后往后退，然后这一款呢，我想配乐福鞋给你看，这个。非常软，所以走久不会痛。然后它这个楦头也做得很漂亮，然后还有那个五金，可以看一下，它的细致度真的不输大牌。然后它的 后面做仿跟的，里面的话你们可以看，可以微微看到它是有端端的，底部是很软的那种。新包包很可爱，那这个新包包呢？小香风的新包包，这个虽然是 PUP 的，可它质感我觉得很好。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设计，这种基本的小香风菱格的感觉。然后它这个，等一下我里头打开，它连拉链的地方，这个都是整个都是链带的。这个原本要带去日本，但是来不及，因为它这个厂商这个数量不太多，所以大家喜欢这一款就是不要错过，因为它这个算是我觉得那个链带里面，它虽然是 PUP， 它真的不重，然后我觉得 CP 值也蛮高的，我很开心有这个，因为带这个背包式的就会感觉很减龄感，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然后往后让我们看一下，然后它这盖起来以后啊，这边一样刚盖起来。它的这个地方链带是可以这样提的，所以你也可以背，也可以提这样。简单的搭配，这个，对啊，有点入秋的感觉了吧？因为针织什么的小单品都跑出来了，然后我觉得秋冬很适合有那种，就是拖大包的那种氛围是那种比较帅气、比较干练，但是背包的话就很可爱，就是从外面针织还有风衣后面背个小包包，其实还蛮轻松的。重点是我觉得很有减龄感，然后这个，你累的时候你有时候可以这样勾住，然后或者这样背。然后如果你想要背的时候，它这个链子就会跑过来，就这样。然后下面还可以放个小物，有个空间，就还 OK， 其实算是还蛮可以利用的。然后让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直接拉开，我们这边里面可以放蛮多东西的。这个护唇膏、面纸啊，各种小的东西啊，而我们出国的话，那种小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边，什么车票啊，就那种优卡、一日票都可以放在这边。OK， 然后刚刚介绍了这个拖拖包，这个我带去日本，这个觉得，因为我去日本要带这个电脑工作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好好用哦，而且它这个是很轻，就算是拖拖包里面，就是里面。质感很好，你可以看它的质感，各部分都很不错。然后它很轻，而且我觉得蛮耐用的。我觉得带电脑去咖啡厅，有时候工作一下，有时候或是
出去走走啊、吃饭啊，我觉得都很好用，然后很搭配。往后拉，让你们看一下整体，那它真的属于大包型的。皮裙，这皮皮外套给你看，共享。那个秋冬必备，这个我们这个。皮外套我们已经卖了，应该快要第十年了。这是我们卖最好的皮，很舒服，然后它的尺寸也是很，我觉得它的肩线跟它整体造型都做得很合，我觉得是非常显瘦。但是说你刚买，比如说型的就稍微顺一下下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用，就是你买一件可以用很多年。那如果到时候因为它是 PUP 的，难免之后如果你就是觉得旧啦、啊、破了割裂或什么的，就可以换一件。这一件我真的用了以后，目前我觉得至少可以撑3到5年完全没问题，我自己就穿蛮久，然后尺寸上面又偏小。如果你个子高的朋友 S N 的话，你直接拿 M 就可以了。那我个子小，基本上 P 我不太会扣下来。如果你很介意扣起来，一定要往上拿一号尺寸，因为它真的很合。然后版型这完全是我们一开始店的招牌，就是这件皮衣陪我们到了今年，如果再过了第四年，我们就是卖了第十年了，这已经完全破千件的款式。我往后推，让我们看一下。真的非常好看，而且很舒服，然后秋冬都可以搭，然后到春天的时候你还可以搭一些花洋装搭配，非常好看。 OK， 这件的话，这个条纹的部分啊，条纹的这一款很喜欢的地方是像这样子类似的条纹针织，外面的超多，就是每年嘛，就是我每个季节都一定会出。可是呢，这件我觉得好看的地方是，它是做米色的，米色加白色，然后它的这个扣子的地方是古铜的，有点玫瑰金古铜感。那它的整体氛围，我觉得它就是比一般的条纹针织，你就是好看那么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很可爱，然后条纹针织，我就想最近就是觉得姐姐感比较重，所以我觉得。一直想要有那种简明感的氛围，会搭配一个这个我们的招牌牛仔裤呢，它有出一个新的这个直筒裙，它已经出很多件，我上周、上周连续3周都有直播它的酒红色，那版型我觉得很好看，那版型的话我觉得偏小，所以平常我穿 S 的话，这件要穿 M， 然后搭配给你看。穿这个背心 Pro Top， 然后配这个米色的外套，你看看，我看一下，
扣起来，然后当针织上衣穿也 OK。比较轻松的就可以配这种小背包哦。吸睛，然后又很简单，然后我觉得丹宁加条纹就是简宁，那就背一个小包包。再来是那个这一款的针织啊，因为针织款今天集中的针织很多，就是想要让大家比较一下每一款的不一样。因为针织才有用，你会发现从前面穿到后面，它每一款的那个造型真的完全不同。那它的这个这一款呢、啊，它是最新的，加两件。那它加两件是这样子，真的很像真两件，因为它这个可以全部拆开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全里面扣全部，然后外面全部拆开，就很像你穿了一件针织内搭，再搭一个小外套的感觉，它会比较随性一点点。然后官网上面的 model 是穿比较休闲配长裤的效果。会比较极简风，然后我配的是这个一样，我身上这一款的酒红色，就是安可拉红，它的这个搭配起来就是会有一种学院风的感觉，会知识分子风的感觉吧。那这个灰配这个安可拉红，还有配卡其是我最推荐的颜色。加两件的，这个地方是夹的，可是你可以完全拆开，然后它就让会很像两件外套，会比较有层次感。不同的颜色，你看我一二三三个颜色，再加个这个，也不会觉得很乱。然后呢，不好意思，然后我配那个乐福鞋，像这个九分裙子这种裤子，或者是这种裙子跟那种牛仔裤九分的、啊、宽的。还有看A 字裙，你觉得好像会有点没安全感，露到小腿的部分，就是拿乐福鞋来配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木的拖鞋，像我的乐福鞋，还有乐福跟鞋，像我这种的，都可以，真的会完全拉长整个人看起来的长度。那往后退，就是上班很适合，然后有点知识分子风，那你可以再配个你平常的黑框眼镜啊什么的去搭配。
非常好用，它这个针织有很多颜色，可以上网去看。这个是长版的针织开衫，然后还有附一条这个，现在很流行这个领巾嘛，还有一点，它就是会比较有一点点90年代那种风格。那我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当绑绳，但是呢，我平常都直接挂在上面或者不用，因为这个针织本身就还蛮好看的，然后是长度是蛮长的，完全盖过屁股，所以你也可以稍微冷一点点啊，然后去个做个瑜伽，去上个健身房，你也可以直接穿内搭裤，然后搭这个针织就出门，然后配个娃娃鞋、平底鞋、露皮鞋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新款的西装裤，它的那个腰头的地方比较特别，但是我直接穿给你们看。这个我已经介绍很多次了，这个米白色，这个我觉得高度增高的这个高度来讲，这是我目前我找到最完美的高度。它的那个公分数我觉得很适合平常我们大家只要有一点点高度，有一点长度的棉麻裤、长裤、西装裤，或是有点长的长裙，我觉得搭起来都非常好看。还有连身的长裙，我等一下会搭这个，它真的很好用。然后是米白色的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干净。那我现在配的这个西装裤，对我来讲呢，因为我155左右，对我来讲比较长一点。那落地宽裤就是要看起来就是要有点落地，可是如果你怕脏或什么的，就是跟我一样穿这个，真的看起来很像胸部以下的腿的感觉。但这件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腰间有一个白重色白。洁白的那个设计，我往后推让我们看。这种西装裤，你也可以直接配那种皮外套，也很帅气。然后羽绒啊、布面外套，很简单的，或者那种速干外套，你突然想要搭，也都很帅气，看你怎么搭配。然后我现在原本搭的是这个，我直接搭给你们看，因为它是针织的，这一针看起来比较极简风。那我那个针织因为比较松，你可以搭大斜领，然后搭翻领都可以。性感一点，你可以配细肩一点的那种细肩一点的背心，然后因为我想要看起来比较极简风一点，我选择这种包覆式的，那这种包覆背心看起来比较帅气一点点，像这个针织你就可以随便穿，你要正穿也 OK， 它就是会有一个渐层的造型，然后松度松松的，所以完全没有尺寸问题，你不用担心。然后我等一下会绕一圈那个它的小披肩、小领巾啦。
较轻松一点点感觉。你要穿正肩，直接穿也都 OK。出现了，想要配上全新的这个皮裤，这皮裤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满意，我觉得它很显瘦，皮裤要瘦真的很难。然后它的腰地方是什么型带的，所以不用担心腰小屁股大的问题，这个都可以解决，非常好穿，而且不会很闷热，因为它做的屁股地方有交宽一公分、1.5公分、1到1.5公分左右，真的很安全。之外呢，它是有做有点哈伦裤。可是它又没有那么夸张，所以它有点空间，也就是说呢，你突然有点热，也不会闷热，所以有点空间很舒服。但你冬天很冷很冷冷，你还可以里面加一件薄薄的东西。如果你真的很冷，要去出国啊什么的，你还可以自己另外再搭配。那基本上的话，我觉得台湾天气很 OK， 你现在穿也不会热，那你冬天穿也是不会冷，因为它能挡风，然后配上这个很漂亮的这个。豹纹，那这个豹纹呢，它是这种雪纺纱的，很浪漫。我今天穿给你看，豹纹，它是完全雪纺纱的，然后它真的很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等一下帮你，就是这个绕起来，你可以很随性，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围，因为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领巾。那我的话，我都会直接绑起来。可以直接绑到最紧，那你就会稍微短一点点啦，但其实看不出来。绑到最紧以后，一种是直接这样吹的，一种是直接这样，它会有一个蝴蝶结在这边，绑好不好无所谓，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是垂坠式的。然后这个你会觉得有点夸张，对不对？可是配上我这个皮裤。很可爱，然后我就配一个小香风的高跟鞋，这样整体感觉就会蛮贵气的。那你要怎么样才会看起来就是再内敛一点？那我往后退，它这个袖子啊是这个弹性的，然后是有点宽宽的，所以其实它是比较偏女人味的衬衫。有没有觉得收敛一点了？把它搭进去。那如果你想要穿这冬纹，然后你又有点害羞的话，就跟我一样，直接搭这种同色系的这种比较大地系的这种皮裤搭起来，然后再加个皮衣或是风衣外套都可以。然后我现在配一个高跟鞋，让你看一下。
用一点的话，像这种单品，我还会搭那种细肩带的黑色洋装，然后把这个豹纹的这个细节拉外面，然后细肩带洋装或背心式的洋装也都可以，外面可能搭黑的或咖啡都可以，就是混搭一些单品，露出一点点造型，看起来比较活泼。然后或者是下面的话，我可能配白色牛仔裤破裤，黑色牛仔裤破裤，然后去融合它的这个比较 lady 啊，或者比较狂野的感觉。然后这样子一搭，就会看起来我觉得会比较时髦的上班族，可是就是会比较狂野一点点，可是又可以平常上班还 OK。那你只要再加一个什么东西，可以解决上班的问题。西装外套，你可以搭一个风衣，黑色风衣西装外套，或这个大地色的西装外套或风衣就可以了。是很活用单品，就是像这样的西装外套，你以为它会难搭或是干嘛的，但其实真的不会，不用担心，颜色搭对，整体氛围都很 OK， 甚至连豹纹啊、条纹，然后直纹啊，比较狂野的斑马纹都可以。上周询问度很高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针织外套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因为它这个上面是可以这样开的，然后是做圆领，那个上班很适合。然后你可以当外套，也可以当针织衫，可以做使用。那这个呢，我要拿来配我这个看起来，就是我现在这样配的氛围感觉不太一样的这个大绿色的皮裤，很好看，绿色配咖啡很美。其实想不到，但是这个绿色真的太美了。可是它可以配咖啡，可以配黑色，可以配白色，都 OK， 很美。新款这个卫衣，它是一字领的卫衣，然后是白色的，因为我很少看到白色的卫衣，而且还做一字领，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介绍给你们。然后这个卫衣的部分，它这边还有做一个造型，然后是白色的，然后我配皮裤给你看，然后还有配的皮裤很漂亮，绿色跟这个针织比较特殊的，很多朋友都问我怎么搭配。这两个颜色不用害怕，加点皮裤，
西装裤，白色的、黑色的都拿出来。绿色你就直接配，刚刚我这绿色你可以配咖啡色，然后会比较卡其的也可以。那蓝色这个，你就是配黑跟白，会比较亮一点，因为它的颜色稍微亮一点点。那你要高级一点穿法的话，可以另外再分享。那基本上的话，家里的西装裤、皮裤、牛仔裤配就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一字领这种大领子的卫衣，然后这边有做锁口，然后皮裤，刚刚都有介绍过的这个皮靴，然后因为这个皮靴呢，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是它厚底的地方，还有这个地方还有做这个这种指滑的，所以这个我。最常用的是，我只要看到下雨，我就会穿它，因为很好用，然后你又不用担心雨淋雨这样子。圆领针织，这个克莱因蓝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家里的西装裤啊，我也很推荐这个颜色配灰色、深灰色、黑色跟白色这三个颜色，我想到最，我觉得搭出来效果最好的。那黑跟白，那就黑跟白一定会最亮，白的话看起来干净，黑的话就是看酷酷的，就会比较就是神秘一点点的感觉。那这种圆领的针织，它有点点空间，下面做锁口的。弹性都 OK， 我往后推，让我们看。再来，一字领的针织。这个针织呢比较胖，它算是针织 T 恤，然后是旁边这个地方有做一点腰身，你看一下，看浅色好了，然后是旁边这个地方会做一个沙漏的感觉的腰身，那它其实就穿起来不明显，因为它算是合身不紧身的版型，那它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，材质是坑条的织纹坑条的，然后它的一字领做很漂亮。然后弹性很好，所以很适合当打底上衣可以穿。那我现在配一种皮皮裙，然后是九分直筒皮裙这种感觉。
字领的部分弹性很好，你可以自己调整到你想要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地方算是有一点点，就是一点点飞鼠感，可是它其实没有很重，所以它这边旁边有点点做沙漏状的形状。那浅色比较明显，我等一下穿黑色都看不到，所以我先穿那个黑这个颜色给你看。然后你拉起来稍微微微移动一下，但是因为它是松紧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用成斜肩，其实移动的速度不会到很大，所以我会推荐斜肩穿。那你如果一字，你想要真的很想一字肩，你就里面就是很用别针缝一个橡皮圈，就是我们的发圈，勾在里面就不会动了。那我本身还是喜欢这种斜肩感，因为要露就是会感觉有一点露，可是不会太露。那个我这边整体往后拉，让你看一下它的整体感。然后我等一下会配一个长版的洋装，可是它的洋装呢，我把它当衬衫可以穿。秋天最新出的洋装系列的衬衫洋装，然后如果你自己平常会穿这种，就是天气比较凉一点点，有时候想要穿个当罩衫穿，很推荐你可以直接穿，然后这件还是可以单穿的。偏棉质的这种衬衫，水洗棉，那它的这个很舒服，完全不用担心它的那个质感，因为很舒服。然后往后推，让我们看一下，我配蒙九分了，看起来就是很有点微微的个性，有点帅气，有点风。单品配起来感觉完全不同，可以看你们自己的搭配。你可以打个领结，变长。就是很多变化，然后不会让你上班会觉得很无聊。
件呢，它这个调整的真的松度真的是很够，除非你真的完全这样会稍微移动一下，那我觉得它算是很 OK。 然后我一般穿斜肩嘛，那这个它的弹性很够，所以我也不太会扎进去，就直接简单放就好了。这一款呢，跟大格的披肩，我找很久，因为有厚的跟薄的，我最后选择厚的，因为其实台湾要冷就是真的蛮冷的。那中间的这个季节呢，我会推荐，很推荐台湾，就是尤其是捷运族，就是选择这种大披肩，我觉得超好用的。有时候你是穿外套有点嫌太热，或者是你就想要轻松方面可以脱下，那有时候太厚的外套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有点太夸张，你就可以拿披肩做那个中间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平衡一下，看一下今天斟酌想要戴外套还是这种披肩，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用，找到冬天，那你真的冷的时候它更好用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穿风衣或是披衣，然后直接披这个就很保暖了，尤其是捷运族。这个它质感很好，然后它是有一点点重量的，它这个重量啊其实有一点点重，所以它分量够，它真的保暖度够之外，看起来也很漂亮。因为比较薄一点，你们就会看起来比较软一些些，可是它这个会有挺度。我等一下这个穿着这个绕一圈给你看。是超美的，这个是下周，应该下周或下下周才会有的新款，然后有两个花色，非常推，好吗？就是敬请期待。然后因为这个它重的跟轻的，这个材质我后来选重的，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喜欢购买，因为重的数量比较少一点点。轻松的洋装，然后它是比较宽一点点的，这样。很多人推荐用那个披肩，可以稍微造型一下，可以用米色的、白色的都可以，轻松。带式的可以去做造型，
那我会推荐，因为这件它其实松的真的很好看，所以如果用皮带的话，快点腰身，然后可以看你自己喜欢的感觉。穿起来就会偏日系一点点，会比较休闲一些些，然后很好去另外搭配。然后刚开始搭配是，就是打把当罩衫外套穿，那也可以单穿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新款，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再问我们。OK， 晚安。